大家好，我是郝真，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酒类风道干燥系统该如何选型。首先第一步，我们同样要确认我们生产线的速度。白酒的生产速度一般会相对比较慢，一般会在12000品以下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了解生产速度是多少，是3000品以下、6000品以下，还是8000品以下。第二个，白酒会采用两种，一般是陶瓷瓶或者说是玻璃瓶。我们是需要知道瓶子的种类、瓶子的外形形状是圆瓶、方瓶，还是其他有一些独特造型的。酒的贴标方式，我们是采用的烤瓷标，还是说我们是需要贴标。第四个，我们是需要知道瓶子的容量是500毫升还是小瓶100毫升还是1升装。在我们了解了以上参数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得出来风机的功率。根据我们的经验，一般6000品以下我们选用RAETTS高速离心风机5.5千瓦一台，6000至8000品我们选择RAETTS高速风机7.5千瓦一台，如果速度在8000至12000品我们选择RAETTS高速离心风机11千瓦一台。我们同样，我们根据不同的线速度，我们需要的安装空间会有所不同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需要直线段1.8米到2.5米的长度，这个情况下是可以满足我们的安装需要。如果大家有更多不同的选型需求，不管您是白酒、啤酒、红酒，都可以联系我们RAETTS的工程师索取白酒选型表。在您提供我们需要的参数之后，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选型服务。